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呢，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Marina Bay Sands， 然后这里金沙酒店的一楼。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吃 buffet 哦。OK， 这间餐厅呢叫 Rice， 然后它每一天的就是餐点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今天是海鲜日，星期二来吃，所以今天主要都会吃海鲜为主。然后它整个环境长这个样子，非常的干净。那我们今天跟朋友来，总共订两桌，一桌有八个人，然后一桌六个人这样子。OK，North。滨海湾金沙酒店，我们之前我们频道有介绍过，像是57楼的 Shilavi， 还有 Sky Park 空中景观台，还有 B1 的 Gondola 游船、万宝龙钢笔，跟 B1 美食广场的米其林阿亨鸭饭。相关影片呢，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可以回顾一下哦。不同的 break， 然后他还要给八个他们的，这是信封，给你放口罩的、啊、哦，放口罩用的，这放口罩用的哦，口罩放进来，这个呢，这是 cheesecake， 虾子，这是我们海鲜 platter， 哦 ，sashimi 来了 ，sashimi 来了，有 wasabi 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也是虾子，耶，开动，就是 couscous 沙拉，谁的饼干？哎，看起来不错哎，谁的起身？好，看起来好吃。好，下一个干嘛？他们点的这次吗？吃冰吧，谁的？他说上错了，很期待，这一定是要就随便，吃我吃。Mango sorbet。 好，这个是 SO 酱炒虾子，还有 cheese 虾子，然后这是烤鸭，然后旁边那个是寿司便当。OK， 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二，是海鲜日，所以今天点了这个海鲜拼盘四次。这个有什么拍我？是 mango 吗？也是。我刚刚不是点另外一个 strawberry 吗？这个会是你的，它其实巧克力就是巧克力，因为它里面有巧克力。有，这个是巧克力吧？这个是应该是你的巧克力而已。但是我看它是巧克力啊。这是我的 strawberry sorbet， 还有一些蛋糕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的 last order， 全部都是点心。然后那个巧克力布朗尼很好吃，还有香肠冰淇淋也不错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